色卡车摇身一变成了变形金刚，个小型电影院就出现在我们眼前。它的蝴蝶的幻影就像是真的停在我们手上，或者是在我们身旁游动，但感觉立体的很酷。蝴蝶飞出来，还有那个敲的时候那个铁会飞出来。我们是以偏乡的学校以及都市的小校为主，尤其比较偏远的学校，我们都会问这些孩子说，小朋友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你未来长大要做什么？很多的孩子告诉你，不知道，我没有梦想。我们是希望创造让孩子能够你看到这个东西，你会去想。